好，今天要教大家如何使用日本这台机器加值。这台机器真的很神奇，不要看它看起来很旧，可是很逊的样子。我们现在把这张卡呢插进去。然后厉害的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可以在荧幕上选择要加多少钱。所以我现在想要加2000元，但是我手上只有5000元。然后呢，我就把这个5000块从里面放进去。他就直接从这个口退出三张1000元。那同样的，你在加值的时候呢，如果想加3000元，你就这样子把它整理好之后一起塞进去就好。我是觉得台北捷运需要这个功能，就不用一张一张在那边塞，然后又不小心掉出来，或者皱皱的时候又掉出来。